欸、他还可以自己弹回来、欸，他可以突破，然后再跳回来。他可以这样飘、欸，他可以往左边，然后再往右边，然后再横飘回来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。太爽喽！怎么选一些剑甲？寒山没有火锅能力吧？好像火锅还蛮烂的。奶酒双奶像智障。主播对于中心店的看法，之前毕安后就没什么料了。最近政策题材稍微炒起来，可是这球冲锋真的很烂，超级烂。完全不知道在干嘛，我真的是在戳人，一点小用都没有。倒机率还很高哎、欸。最好是不要碰的，避案的尽量是不要碰比较好。刚才你要炒短线，那我也是没意见。短线政策股，哎、欸，没带个朋友也不准。嗯，他到底在干嘛啦，老哥？这个人也太戳了吧！也受不了这人哦。太好弹到三分去了，不是啊，老哥，你能不能守好自己的？你有什么问题啊？他是怎样啊？造起来、欸！
但我真的觉得这个角色最扯是还好大招三分呢，真是太夸张了。他的大招三是我觉得最夸张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老哥，真的是有点带不动你这棒槌、欸。他还可以自己弹回来、欸，他可以突破，然后再跳回来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？好恶心的角色！不是，这个人太扯了，这个人烂得太夸张了。他可以这样飘、欸，他可以往左边，然后再往右边，然后再横飘回来。他不只可以从一个地方进攻，我后来发现他可以这样一直玩。我刚刚一个按错，然后误打误撞，我发现有这招。不是他到底是怎样？我已经把他补了好几球了。真的不只可以投方向，还可以反方向。哎，要不是这角色赛点的时候，现在也不会输几分。超级烂的，这个三分到底怎样？可是他太快了，这角色出手速度太快了，真的太快了。我跟你讲，还要有传三啊，不然就是输了。哎、欸，他可以直接接球三分哦！哎呦，哎、欸，对呢，他也可以接球三分呢，然后还可以接拜佛。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我操，角色太好玩了！哈哈哈，这才14%嘞，他要14%再怎么跟他贵啊？我没救嘞，看这些张搞好像没救嘞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ystemB 或花之丸。